好莱坞男星杰森·摩莫亚因主演电影《水行侠》以及《冰与火之歌：权力游戏》而在全球爆红，如今已经44岁，他身材依旧非常精壮，是名副其实的肌肉猛男。日前他在 IG 分享了有关夏威夷毛伊岛发生野火的相关讯息。据悉，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不仅夺走了55条人命，还有1000多人下落不明，甚至将这一座历史小镇夷为平地。出生于夏威夷州檀香山的他，父亲拥有夏威夷原住民血统，所以对他来说，夏威夷就是他的家乡。杰森·摩莫亚转发了不少相关讯息，并表示对在这场灾难中不幸逝世和失踪的亲友感到悲痛欲绝。他也呼吁众人目前先不要预订当地的饭店，因为夏威夷饭店联盟正在寻找其他地区的饭店合作，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住宿，希望大家能够配合，以协助生还者为优先。